心宝宝有我的一秒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孕茂妈妈的料理时间。有时候啊，翠红又过来了。教练他可不可以来恭维啊？今天要介绍孙老师非常不喜欢的料理，西式的，终于了啊！我的话会觉得，哇，过啊，就是我很喜欢吃西式料理，所以但是我妈妈很不喜欢，所以今天要介绍的是吐司边披萨。啊，吐司边点空空嘞，还要再加落去哦。对，因为我妈妈她都不吃吐司边，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我会捡吐司边来吃，听起来很可怜。对，我吃吐司，她吃边。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口感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食材就是有吐司一包，然后还有火腿。哦，火腿，罐头凤梨，凤梨，然后跟这个意大利面酱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胡萝卜起司。好，这完全是西式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把吐司呢先把它边切下来。这都不用我教，他自己就知道要怎么用了。粉丝提问时间，大家想要了解一下关于孙老师在学戏的过程，你学戏的时候的所有的经历跟我们分享。我妈妈开始吃吐司了。求辣腰，这位太太，不是啊，你是要用吐司边吗？啊，这恁都无好。对对对，你请吃。唔好浪费了，我甲恁斗吃。好。哦，讲学戏吗？学戏吗？对啊。那一开始当然就是养动物啊，啊，动物还要人家教吗？哎，动物要好不好？不用吧，你就看 Discovery 里面就好多好多的，什么动物都有，野生的或者是。都有啊，动物怎么走，老虎怎么走，什么人没人行？老虎一定是四脚拍落地啊，无你到尾爬起来两脚，啾啾，安尼变袋鼠。哦，动物演完演什么？动物演完就还要演人类了。动物演完就演人类，这样演奴才女卑啊，这样啊。那个挑战一次这么多，没有错。我跟你说，西式料理基本上不太会失败嘛。谁告诉你西式料理不会失败的？点点点。因为腌的猪肝呢，你自己就要再进阶、再进修，所以当然就后来就要练功。第一回开始练基本功，然后开始腌猪肝。我应该讲真正专心专业练基本功是生完陈超婷之后，生了超婷，然后一边带小孩，然后一边在练基本功。因为真的太辛苦了，一边带小孩。啊、太猛了吧！我孩子都要带去练功，练功的地方呢、欸。大家在拉筋，我一脚在拉筋，我一手在喂牛奶、欸。叫你姐姐，你把练得紧呢。那你姐姐成长过程也非常的坎坷。对，然后尤其跟我出去，她很可怜，因为没有热水。我们在外面演台戏的时候没有热水，那个时候只有什么？只有那个碰扑啊。我恁姐姐无烧水，但是徛伫泡芙啊头前，我甲起落起落起落，啊水怎落怎落怎落，洗身躯，来洗身躯。热天伊洗较上欢喜，寒天伊洗较滴滴叫，伤寒。所以恁生恁姐姐了，我专心的练功。后来我根本不想生你。你以为我想要让你生吗？宝宝表示这么可爱的孩子，你生到赚到。好，刚才我把吐司边切完之后，你看摆成这样圆圈圈的，有没有厉害？然后呢，抹上这个我们的刚才说的意大利面酱。你没想咸吗？没。你让你婆婆吃这咸，不要再召唤我的婆婆了。基本上我的所有料理只能读我老公，不能读婆婆。然后我们要切我们的火腿，把料铺上去就好了，它就会变得很厚很厚。真的吗？是的，一直我们烤盘其实有一点太小了，因为我们家里的家用烤箱，所以烤盘有一点点太小。我们很少在煮西式的。好，这个完了就是我们的翁奶，好吃吗？你吃干呢？我感觉佐料袂歹食，你用啊？你我无啥敢食，哎，佐料拢袂歹。袂。啊，翁奶要切安怎？
我们就是天分长这样啊，嘿呀、啊，长这样要讲出来它的尺寸，叫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的圆、哦、四分之一的圆、啊，然后一样又把它铺成圆圆的，铺圆哦，是啊，咱那头、個，咱这种哦。嘿，拢爱弯弯弯弯，所以拢爱什么物件拢做圆圆弯弯弯上好。安尼伊个宝宝宝呢，会心会真欢喜。一家食物件拢看到弯弯。即卖我今仔一直咧做，你是不是应该换你换你唱歌啊？你个唱歌时间够够啊？这个频道请问我是哪卡是吗？快要端午节，你可以唱关于我们的代表作《超炫白蛇传》的歌。哦，那这出戏哦太厉害，这出戏真正是我毕生以来哈，我真的敬佩一个人，这个、人呢叫做陈信宏先生。圣徒帅赵公吉一波，阿是谁说帅？问号。他毕生的功力，这一部戏呢，这比百老汇还厉害，在室外可以演到这种程度哦，我们超越了金氏世界纪录，挑战户外单场有最多人观赏，120,000人观赏。对，这是一个真的是金氏世界纪录，那是台湾之光。最后，你老公端午节搞，你好多年没有演白蛇，我唱一首大家很少听得到，我们最初的版本，有一首叫做《五月香》。啊啊！连你无无啥听过对无？我要来唱啊！我今麦唱吗？你唱吗？啊哈！我好，我要去考了，耶！出炉了，我们的吐司边披萨。我妈妈看她觉得很傻眼，她就已经不喜欢吃了。然后她刚刚发现吐司边超硬的，可是这个酥酥脆脆的才好吃啊！但你今天一定要尝尝看。好好，我这个，因为好不容易是我没有动手，只有你动手。哦，这个声音可以哦。切了十分钟。我们在吃的过程呢，孙老师要帮我们唱刚才说的五味汤。孙老师边吃他很不想的料理，然后要唱五味汤。哎呀，做这样料理的时候，拜托你请恁查囡哦。哎、欸，你含伤久了吧？啊，有一点点，那因为我喜欢吃焦焦脆脆的。哦，哎，老人啊，你宝宝最近也不好啊，你大家最近哦。我大家最近就好哎。小丁啊，较嫩一出啦。好啦，我也是爱唱歌就对了。我唱一条，大家拢足久无听到五月香。嗯，好吃。五月香呀，五月香，五月端午上解香。当当当当当当。哎，暗号。鸡鸡鸡鸡包肉粽，冷船两帮空。艾草啊，我听放，祈求好年冬，要好年冬。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然后要帮我们按赞、留言跟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大口不好的，我们以后我们想到了，我们不要用边，我们要用吐司，用吐司就好。对，吐司也是切成条状。把它铺成一个八卦，这样应该会很好吃。但是上面的蛮好吃的，我喜欢吃凤梨啊。对，我也一直在吃上面，所以今天失败。魔鬼楼的厨房里，神奇的料理在这里，看我把这些剩菜剩饭通通化腐朽为神奇。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，包饺子包饺子捏捏捏，撒一把帅气的胡椒，泡菜热腾腾端上桌。